Roche. My name is Kevin. It's my pleasure to be your MC for tonight. 我要闹法文了。好，没有法文。好 ，Bonsoir à tous. Je m'appelle Kevin. Je suis très contente d'être votre animatrice pour ce soir. Je vous souhaite une bonne soirée et amusez-vous bien. Merci. Bienvenue. 换你，你不要以为我不会，真的假的？所以真的推了好几天。好，换你。Emily，董璇，Lucy，Emily，Lucy，Lucy。哇，哇，你跟我讲。我告诉 Emily 呢，说呢，我叫 Austin， 我在 OBU， 我家住台北市，身高182，今年18岁。哦，再来嘛，再来嘛，真的假的？刚才讲了三个，言简意赅。哦，然后你的身高都列出来了。 你不cue我，那我可能讲不下去了。真的假的？好了，很优秀，我们给阿斯一个热烈掌声。谢谢大家。厉害厉害，他为了今天的特别苦练的这个法文，想要称赞一下我们的 Emily， 她非常的漂亮，然后谢谢她来。好，那今天我们维亚有一个很重要主题已经在台上了，就是我们的宝可梦之夜，而且听说我们今天也有 dress code 的比赛。 没有错，所以大家记得我们该会不定时的大会宣导，请大家注意听哦。奥斯卡，你最近有看舞台剧吗？最近没有。真的、哦？可是我们最近有一出舞台剧相当的轰动，而且呢，这一位主角他不但能演，他还能唱，拥有非常嘹亮的这个高亢嗓音，而且他的 R&B 唱腔也受到许多观众的喜爱。 你想知道是谁吗？当然想了，可是大家都没听我们说话。你们想想知道，等一下是谁？好小声哦！他们应该开始忙着吃了吗？好，在大家用餐的同时，我们就马上用热情的掌声来欢迎这一位巨星卢俊睿小美。热烈掌声欢迎他！Hello， 代表国家出去，可以说为我们争光。对。最后一个问题留给 Steven， 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大美女说？我来问问你。